天何志伟有说，就是他认为说现在初选应该要回到公共政策，好像是说呼吁说要好好做人跟好好做事。这句话他不要呼吁哦，他应该郑重的用这句话哦，好好的正告他自己，哦，他自己以好好做事、好好做人，三省己身哦，他自己好好反省。因为想要问一下，因为刚刚何志伟有讲到说，昨天有一些比如像下三代的字眼，他认为这样子要怎么教育下一代，让他晚上都睡不好。哦，他是说庄瑞雄委员有批他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哦，那我长这么大，那我周遭的这些好朋友，为人正派的人，我们一般民众，没有人会被骂下三滥的，啊。我在想。用到这样极致的字眼哦，那是被骂的人自己要好好检讨的。嗯，因为您昨天 PO 的那些行权的照片啊，其实里面有看到很多可能有意无意都有何志伟的，不管是大的小的看板都有出现，这个是有刻意的吗？我没有刻意啊，大家沿路去，我不刻意去，我跟宜君议员跟瑞雄委员，我们光在车上。跟民众，打招呼，那就光这样已经够忙，因为昨天的那个，那个太阳很盛嘛，所以一方面要热，要被日光来烤，那二方面因为站在车上蛮颠簸啦，其实没什么刻意，因为你事实上你去阳明山，你去各地看都是。因为图它挂的太多了嘛，沿路一定会拍到。我们是要拍我们自己，那总是会去拍到它。对。那边有一张上面写"好大的巨人"，刚好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何志伟的脸啊。现在是不是这个"好大的巨人"有点像是在讲何志伟吗？我抱歉了，抱歉。那我们的助理其实因为根据嘛，那他就直接用他直觉写的。没有啦，没有同意，没有针对谁吼，那我想那样子的话语注解也没什么在评论的意思吧，吼，那比方说评论人家，像个男人，那这个才是嘛，这有带有价值的判断，批评的嘛，哦，那我在想拍到有他的照片，那加注几个那个是无关紧要的字嘛，哦，要带有那个。价值审判的那种字眼，或者责备的字眼才算嘛。哦，郭议员，其实今天早上何志伟他有在强调说，觉得你这边还是在继续的抹黑啦。不，请他讲出来。我王世坚什么时候？大家可以去找。两个月来，是何志伟泼我脏水，我对他一个字都没评论，我所有回嘴的都是他。泼我脏水，我当然要回呀，啊。他不能说只有他能泼人家脏水，只有他可以污蔑别人。那别人反应回击一下，那我回击的恰到好处，我只是说明而已嘛。我有攻击到他哪一点？啊，他有没有攻击我？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。哦，那不能。说一套做一套，我们要前后一致，表里如一嘛。这一而再，再而三提起的吼。那我希望他先了解自身，那包括他是怎么样去抹黑、造谣、攻击。那么这些部分，我希望他停止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自古以来。就是这个道理，邪不胜正，哦，那不论他什么样的攻击是用什么样的黑暗方式，其实他们心里有数，因为警方、检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那
人家也勾勒出一些蛛丝马迹。哦，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做这一部分，敢做就要敢当嘛。哦，那如果说哎，我不要说什么，大家彼此之间不要再互骂，你先停止吧。你骂我，我哪有骂你呢？大家冷静去想，我没有骂过他半句话，批评过他半句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对，就这么停止吧。哦，他这样可以吗？议员不是要和这位委员加赖之后两个人聊天吗？还是他有传简讯息给你？没有，我没看，他好像传一个说要我多喝水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我不晓得，我懒得看他，没有，是不是这个林秀芬我太太嘛哈？陈宇秀清我的大姐，写执这个啦，是好像这个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他。执小编 ，Mr. H。Mr. He。哦。对 ，Mr. He。哦啊，叫执小编我就不晓得。没有读他的讯息耶。好，我读读看。所以真的很气哈。对。嗨嗨嗨嗨，世间前辈，晚安，请你多喝水。那你要回答什么？我要解，我们对对对，好，对对，我就回答他哈。我说可以退出吗？可以啊，你要请再回，可以马上把他封锁掉。哦，你也可以回他，然后回他，然后再封锁，他看得到。哦，写拜拜哦。也可以。好。哎，你们真坏耶！我私下再写了哦，因为我不太会用啊，我不太会用。那你真的认真要封锁他吗？真的真的。还是气话？我听朋友讲说可以把他踢掉嘛。对，我认为这样就没有资格做朋友了。你不就，安尼都无意思啊，无正牌嘛。我搞好你说要帮我处理，怎么变这样呢？哦，其实黄生国先生昨天打来电话就这么简单，那是一场庙会，他提醒我嘛，因为他当然会提醒啊，他是这一部分他非常熟悉人脉嘛，他是希望说，哎，那社子这么大的大事，他怕我不晓得，所以他跟我说，哎，有这样的，我就说啊，我只就这么简单。你先前常跟黄生国问？没有，没有。他大可以去查，我相信他竟然用这样的方式的，他很清楚我到底跟黄成国有没有什么联系。我想他们很清楚哦，现在中央是他们手握大权嘛，他大可以去查我的通讯记录，我王世坚光明磊落哦，我跟黄成国先生本来就认识很早，那我肯定黄成国在我们民进党最艰困的这十几年当中，那么他用了他的人脉，他介绍我们民进党很多宗教界各地方的寺庙住持，那由得他是指南宫董事长的身份，他有这样的身份，所以他帮我们党开拓了宗教界很多的人脉，这大家都知道的事实。那我也是因为这样我认识他，那我觉得为人处事最重要的道理，不能说啊，昨天这些朋友帮我们，那今天我们就把人家踢到我们不需要他们了，把他们踢一边，或者把他们当尿壶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恶的事，不能这样。我勇敢大胆的承认他跟我是朋友啊，而且我们党很多很多很多同志都跟他是朋友。哦，那没有，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说额外什么交情或者什么说要来支援我怎样，通通都没有。哦，君子之交嘛，淡如水，但是这样的朋友才会长久。哦，那我希望何志伟讲清楚，他做错什么，那你举发嘛。哦，那你去举发他，他现在好像也。中常委也不去开会了嘛，他自行调查嘛，结果也没调查出什么东西啊，根本不是，他曾经是更生人，就是这样，他怎么会在指南宫担任董事长？黄成国的父亲本来就在，他们家就住在指南宫旁边呢，他是从小耳濡目染，他父亲本来就是指南宫的管理委员啊，所以
请何志伟他们应该很清楚嘛，怎么会去讲人家这个呢？哦，所以我是认为，我当然会把它退掉，真的，这太令人愤怒了。不过我再一次强调，一选完哦，我会教训他一些做人的道理，还有我希望他不要动不动把赖清德主席、把萧美琴挂在嘴边，尤其他假借萧美琴的名义啊，来要竟然教训我，我是客气隐忍不发，我觉得是太离谱了哈。他希望他把萧美琴当时十一扣中国情的事情查清楚，听说维基百科就有啊，哦。那个事情，萧美琴有去提告对方，那也有官司，也有结论，跟我王世坚全然无关，全然无关哦。我错只错在15年前的初选我赢了，那我以为说赢了，赢了我就要我们队内要抚平啊，所以我当然不会造次去强势的去做什么说明，我也不懂这方面说明，因为他们自己有官司嘛。那跟我无关，我赢了，我希望你平，所以我都没平。哦，结果没想到15年之后，哎，被何志伟拿来这样，还质疑，还要我像个，哎，真男人。我再一次强调了哈，王世坚、何志伟哪个是真男人，大家很清楚。